而另外，玉里团委会前进偏乡乐和国小带领小朋友学习技能，手作蝶谷巴特希望提袋，将成果作品设定换取心愿物品，透过了宣传平台来行销，邀请民众善举提供实质的物品，进而达到互爱互融美好社会。玉里团委会前进偏乡的乐和国小带领小朋友学习技能，手作蝶谷巴特希望提袋，将成果作品设定换取心愿物品，透过宣传平台行销，邀请民众善举提供实质物品，进而达互爱共融美好社会。小朋友要注意哦，尤其是高年级，在刷第一层漆的时候是。活动邀请咕咕发芽咖啡驿站黄以恩老师教授实用又环保的蝶谷巴特希望提袋，总共有两场次，共计八小时的教学，总计手作38件色彩美丽实用又环保的希望提袋。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能够帮助别人，好不好？ OK 吗？好，谢谢。这是第二梯次的部分，在这边谢谢校长，谢谢所有老师，更谢谢所有的小朋友，谢谢你们，谢谢。救国团表示，爱分享聚光力量公益活动以多元学习机会，运用技能带领体认，透过自我付出才能获得回报，并且提供社群的平台，将偏远青少年与社会民众连结，以简单传爱，互换希望并交换故事，将善的循环存在社会中。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